中，请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最后要请教一下辉文哥啊，那么今天呢，指挥官陈时中在记者会上啊，告诉大家20到39岁防疫似乎是松懈了哦。据说刚刚有不少网友在留言刷一排道歉。这个陈部长其实他也没有很严峻，他说这部分可能有防疫的松懈。我们看这数字哈、6月1号是94，昨天是146，今天是147，这个是20到39岁我们讲的年轻人的族群哦。可是呢，陈时中之前讲过，要大家收收心啊，苏贞昌大家该收心啊。其实，虽然说我们如果防疫有功的话，是蔡政府做的好；防疫如果有漏洞的是我们做不好，变成是怪我们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当然陈部长他没有恶意，年轻人的族群的这个数字的增加，我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警惕。